这次民进党县长参选人李进勇，在多位乡镇市长和县议员参选人的收听之下，提出七大项的社会福利政策。其中包括我们要在每一个区里面设置一个食物银行的据点，我们要有这个行动的沐浴车，叮叮主要进行两项，就是讲要让社会福利是能够社区化。好的社会福利政策，除了爱亲入社区，更是爱有行动力。就是讲将来有真侪咱这服务的工作，譬如讲这个托育。